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ophie， 这是我回来以后呢第一次逛 Costco。 Garden Center 呢已经开了，很多很多挂花，两加仑的绣球，感觉今年的价格比往年高。各种草花，六盆，19.9。颜色还是蛮多的。这是 geranium， 各种各样的石竹，同样的价钱。大盆的三色堇，10块。这边呢是一些香草，还有 strawberry。 parsley， 百里香，各种 mint、 thyme。还有那个 rosemary， 这全是香草类的，也是4盆，13.99，你可以随意挑选，任意4盆。玫瑰，17.99，而且这里呢还有说明，比往年增加了说明，告诉你什么是 hybrid tea， floribunda。Grand Flora Shrub 和 Climbing 都给你标得清清楚楚的。这个是 Pink Promise， Love's Magic， 下面是 Pink Peace。 看起来都蛮壮的，而且价格呢也还不错。这是不同的品种， Elena，种类还是很多的。阿姆斯特丹，这边呢都是爬藤的，颜色也蛮多的。Cinderella Fairytale， 这株好像我记得去年有人想要。爬藤种类也蛮多的。 Iceberg， 这个好像也是蛮出名的。这边就是水果了， Raspberry， 蓝莓，这些都是20两加仑的。 Fancy Shrub 25，东西是很多的。这边是什么？ Azalea， 迎春，这个可爱的是什么？丁香、锦带，不同颜色的。绣球树，
这边是果树，樱桃和李子，56.99，各种果树，梨树、苹果树，而且还有这种，89.99是一棵树嫁接了四个不同品种的苹果。这个也很好看，叫做 Weeping Pea Shrub， 漂亮的。那边呢还有一些松树啊，这些都是 shrub， 种在花园边角的。Fancy bush， 各种柏树、松树，很多种类。看这个多漂亮，28.99。3加仑一盆的西红柿，2加仑的多年生。我又看到鹿威花，我去年有买，今年我的顺利过冬了。东西还是蛮多的，但是我的确觉得价格比去年是有涨。这些多肉都是可以在室外过冬的，各种香石竹，味道好好闻啊！这儿复瓣的黄百合看起来好漂亮哎。不过我今年呢什么都不打算买，因为我下个月还要出门旅行。好了，今天就这么多吧，祝大家的花园呢越来越美，谢谢。